紅綠通道，為提供更快捷的旅客清關服務，海關已經在各入境管制站實施紅綠通道系統。入境旅客要根據各入境大堂樹立的紅綠通道指示牌，選擇適合的清關通道。你想查詢有關紅綠通道系統的咩問題？一、咩是紅通道？二、咩是綠通道？乜嘢係綠通道？綠通道亦叫做無需申報通道，旅客在下列情況下應該用綠通道：一、冇攜帶任何應課稅品或緊運受管制物品；二、唯有符合豁免數量的應課稅品及或；三、本有總價值港幣120,000元或以下或等值外幣現金類物品。你會不會想查詢埋以下事項？一、有咩方法知道咩係緊運受管制物品需申報物品？二、如果我趕落通道之後才醒起有貨物要報關，應該點做？三、海關人員會不會在綠通道接停旅客檢查？四、海關人員會不會問行綠通道的旅客有沒有物品需要申報？五、有什麼是應課稅物品我可以攜帶幾多應走而又不需要打稅？我可以攜帶幾多支煙酒唔使打税？我哋喺每個入境管制站都會派發海關紅綠通道申報指引單張，同時展示資訊燈箱同海報俾大家了解。我想查詢食品。我想查詢現金。現金類物品是指八、在香港境內或香港境外地方屬法定貨幣的紙幣或硬幣，或超符合以下說明的可轉讓票據，屬持有人形式的可轉讓票據，或無限制背書的可轉讓票據。開立已虛構受款人的可轉讓票據，按其所述的形式，其所有權是隨交付而轉讓的可轉讓票據，若經已簽署但並無上明受款人姓名或名稱的可轉讓票據。可轉讓票據例子包括旅行支票、不記名支票、乘付票、不記名債券、匯票及郵政票。輸入輸出大量現金類物品，即總值高於120,000港元。視乎情況需要向香港海關作出申報。你會不會想查詢埋以下資訊？一、旅客抵達離開香港時管有大量現金。Hello， 我是海關機械助理，可以解答到。我想查詢食物。香港的基本食物法例載於香港法例第132章第 V 部《食物及藥物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》。食物環境衛生署負責實施食物安全監管政策和執行有關法例。另外，輸出官進口食物管制。某些高危進口食物，例如牛奶、奶類飲品、冰凍甜點、
野鳥、肉類、家禽和蛋類等均受到公眾衛生及指定條例。香港法例第132章的附屬法例所監管，進口野鳥或蛋類需事先獲得食物安全中心的批准，而進口肉類、家禽或蛋類則僅限於食物安全中心所認可的來源地。為放行進口的食物，進口商需提供出口國家地方的法定實體所簽發的衛生證明書。